分腿转身呀。分腿转身压呢，也是先把身体转过去，然后尽量去向下趴低，用你的胸部呢去接近你的膝盖，然后能趴多低就多低。注意你这个一侧的这个臀部呢，不要抬起来，不要翘起来，还是要放在地面上，对吧？然后尽量去向下压，然后保持觉得哎，这个姿势感觉这个后面，尤其这腰后面这个筋还是挺紧的，然后感觉有些压力，有些张力就可以了。然后保持住这个姿势，在另一面呢也是一样的，尽量去向下去趴，去用你的胸部去够你的这个膝盖。